把这个事情呢给他讲过了，余光。牙膏喂，好。这里边本来已湿着了嘞，不湿了吗？现在湿了，回来我就翻套了给你消一下。翻套浆。看见吗？水井吗？水井嘞，翻套没进啊？这把它是夫妻房子。我在这把打到我这个也湿了。晓得了嘛，也运进的。这个是多少？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哦不，不到五。